在中央这摆期是当中埔中乡一年一度的回顾文化节也正式展开。今年埔中乡回顾文化节已经进入第四届，同款庆真侪民众参与，互相来热闹滚滚。啊，因为哦，阮遮吼虽然埔中乡只有九村，啊，每一村吼、哦、每一村拢有燃料回顾灯，啊，所以今仔日吼，咱下晡两点半的时阵吼，咱所有把中正街吼。中正路这条吼、哦，当作舞台吼、哦，当作舞台，规条吼，中正路吼、哦，啊，拢甲当作舞台啊来表演。为了带动气氛，来自轮背部加开嘴赛丁，也特别带来宾客合定的连环赛表演，和现场破声不断。是讲去年啊有结合龙甲凤伫阮开嘴赛内面吼，这是啊咱全国唯一的一个表演团体吼。啊，今日有这机会来甲咱这个文昌帝君的面前来献艺吼，主要是讲推广到咱云林县咱的特产，咱的开水师啦。啊，今日伫遮吼表演的戏目，表演的戏目，合作龙凤呈祥，金狮献瑞啦。希望讲今日大家。诶，陈先生，长期拢会当家庭美满幸福。今年埔中回顾文化节结合文昌庙举办庙方式，特别打造智慧桥，要让民众体验。活动日子阁拄好拄着国历节，主办单位也准备上万粒的肉粽，要赠送给民众。咱都有机会行智慧桥，让不少头一届体验的小朋友是欢喜又阁紧张。知道，这个可以增智慧。因为我想要增智慧。配合咱庙的文昌宫的这个智慧桥，要让各县男信徒啊来经过这个智慧桥，啊，伫行过智慧桥，学生啊，啊小朋友过这个智慧桥。文昌宫会较开脑、开智慧。埔中回顾顶运动新生，地方照着举办文化节，希望带动人潮，就是要更加侪人看到埔中的乡村美景以及人情味。记者李甲山采访报道。